大家好，我是小木头，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视频频道。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OpenAI 的提示词生成工具或技术。现在分享的呢是 OpenAI 的官方文档，在提示词工程部分，为我们介绍了 Meta Prompt 这个概念或提示词模板，目的是基于提示词生成提示词。 在 Meta Prompt 的帮助下，或许咱们人人都是一位优秀的提示词工程师了。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它能为我们做些什么，以及如何使用它。咱们首先基于这份文档简单做一下介绍。Meta Prompt 用来帮助工程师或用户来生成提示词。 这段提示词通常作为系统提示词使用。那么，通过 OpenAI 这一个 Python 代码的例子，我们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使用的。非常简单，在下面这个函数中，将这个 meta prompt 作为系统提示词提供，同时呢，用户的输入消息呢，可以是一个任务、一个目标或当前提示词。基于这种组合，GPT 模型能够推理。 给到我们调整后或优化后的提示词，这个生成的提示词呢，可以在后续的应用中再使用。我们后续会通过一些例子来分享怎么使用它。现在呢，我们简单的跟随目前这份文档，来看看究竟 Meta Prompt 究竟为我们做了什么。首先是咱们可以认为是一个步骤，第一步是理解任务。 目的是把握主要的目标要求、约束或预期的输出。接下来是最小化改动。如果提供了现有的提示词，那么仅仅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一些改进。对复杂的提示词呢，需要增强它的清晰度，并添加缺失的元素，同时还需要不改变原始的结构。 第三点是先推理后结论，这个呢是鼓励在得到结论前首先要进行推理步骤。第四点是利用事例，如果有帮助呢，可以包含高质量的事例。对复杂元素使用占位符，比如像方括号。第五点是清晰简洁，使用清晰具体的语言，避免不必要的指令或平淡的陈述。第六点是。 格式化，使用 Markdown 功能提高可读性。除非特别要求，否则呢就不要使用代码块。三个反斜杠小点的代码块呢，这是咱们在聊天中有时也会看到的典型的基于代码生成的一些内容的结构。第七点是保留用户内容，如果输入任务或提示词包含了大量的指令或示例，需要完整的保留。 如果内容模糊，需要考虑拆分为子步骤。第八点和第九,九点分别是常量与输出格式，在提示词中包含常量，因为它们是不会受到提示词注入的影响的。还有就是输出格式了，明确说明最适合的输出格式，包括像短语、段落，甚至 JSON 数据格式等等。 最后呢，就给到了一段最终输出的提示词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这就包含了咱们刚才所介绍到的一些必要的步骤或对于输出格式的约定。当然，如果大家并不是特别关心这个提示词究竟怎么编写的，只关于它的效果，那完全可以先忽略它的具体内容，直接拷贝粘贴使用就好。 那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一份 Python Notebook 来分享关于在提示词的使用上该怎么做。我在这里呢准备了一份 Python Notebook，在 Colab。首先呢，咱们来安装 OpenAI 的开发包。接下来准备 OpenAI 的 API Key。现在就是。 定义并使用 Meta Prompt 这段代码呢是直接从 OpenAI 文档拷贝过来的。首先定义 Meta Prompt，接下来呢是 Generate Prompt 这个函数的定义。我们要做的就是将这个原始的提示词或咱们期望模型执行的任务或达到的目标，通过文本的形式交给函数。 来看第一个例子，咱们要做的呢是，或者说咱们的任务是优化提示词。这个提示词呢是用户输入用来图片生成，用使用 flux 一点一模型。我们先来运行一下，来看看它会得到什么。这个任务大家应该都理解，但是呢描述的还是比较平淡乏味。 我们来看看通过这个 meta prompt 调整后得到的提示词是什么样的。这个提示词呢，应该是具有 markdown 语法的风格。这个呢，刚才在原提示词 meta prompt 介绍的时候也提到了。我们在这里后面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函数可供更好的显示这个 markdown 语法内容的，粘贴过来。 通过这个形式来看看究竟它是如何写的。可以看到，生成的提示词呢，从直观的感觉上来讲呢，就强大了许多。它描述的更加的细致，指令更加清晰，而且步骤也更加的明确。现在咱们就利用这段生成或优化后的提示词，来看看如何帮助到我们来优化用户关于图片生成的提示词。 我们先定义一个简单的函数 ask，这个函数的目的呢是接收用户的提示词，咱们通过参数 c u r r y 来指代，并接受系统提示词。通常这个系统提示词呢就是 meta prompt 优化后或输出的提示词。我们首先呢基于一个简单而乏味的描述，来看看是否。 新款的提示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优化它。这个提示词呢，是交给模型生成图片的：一位穿着时尚的女士坐在车边，手上呢夹着香烟等等。在我的英语描述的能力范围内呢，或许这就是我能写出的一个比较像样的提示词了。但似乎可能对于模型来说，细节还不够，场景化的东西还不够。 看看它能够怎么帮我完善吧。现在呢，它给到了我这么长一段提示词，直观的感觉呢，这个生成的提示词呢，我优化后的提示词更加的强大了，描述的更多细节，场景化的描述呢也非常到位。那我们现在呢就将其复制，利用 Flux 模型看看生成图片效果究竟如何。我们利用 Flux Chanel 模型。 来尝试一下，生成十六比九的，生成四张图片吧，偏辑格式，运行一下，看看生成图片效果。咱们暂时可以忽略像第一张图中手臂不正常的效果，应该说生成的图片质量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一方面在于模型的强大，另一方面我想也是提示词对细节描述的非常到位。这是关于对图片生成提示词的调教或优化。接下来我们尝试另外一个例子。或许大家在基于财务数据或财报数据进行分析时，我们会利用提示词指导大模型帮助我们分析推理。 那如果像我一样英语能力比较有限，无法非常精妙的描述究竟模型该怎么做，恐怕无法指导模型以最好的效果来分析财务数据。现在呢，咱们就通过 Meta Prompt 来生成一段提示词，看看它的效果如何。我期望做的任务或者工作呢，是分析公司的财务报告，生成一份综合的、详实的。 财务分析，那期望模型呢是扮演一个专业的金融分析师的角色。那我写的这句话呢，似乎或者这段提示词呢，似乎看起来也是平平无奇。那我们通过 Meta Prompt 来优化一下，看看它的效果如何。我们依然通过 print_md 以 M D 文档的形式打印。同样，这一段文字呢，或提示词呢，具有 Meta Prompt 要求的结构，包含了步骤，究竟该怎么做任务，包含了输出的格式或结构。同样，还提供了一些示例，一些 Example。最后呢，还给到了它一些提示 Notes。 这是一段非常详实的提示词，给到了非常细节的指令。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在一段财务数据分析上，它能够表现的如何。我在这里呢节选了一段未来汽车二零二四年第二财季的部分数据。这个数据呢是来自于一份 PDF 未来公司的官方 PDF 财务报告数据。我们来看看它的效果。 同样调用 ask，将财报数据文本内容交给模型。提示词呢，就是使用的刚才通过 meta prompt 优化后的提示词。好了，完毕。我们现在看看它的结果吧。同样通过 md 的形式打印。咱们来看一下生成报告呢，非常详实，内容呢结构也非常清晰。对于财务分析呢，从多个方面做了工作。 最后呢，也给到了我们一些不同方面的总结。大家有兴趣呢，可以比对一下，看看在数据的计算分析中，参考数据是否正确，结论是否正确。从结构上，这个内容是非常的优秀的。最后，咱们想要分享的一个事例呢，或许跟大家日常的使用或大模型的使用呢，有一些关系。当我们看到一些优秀的文章或内容，期望对它进行一些调整梳理。 作为输出一份自己的博客内容，或做笔记供自己以后参考呢？或许我们会做这么一个事情：首先理解原文内容，来重写它；同时呢，需要确保原始内容的核心的思想或观观点不会被改变；同时呢，新内容还需要保持良好的。 文章结构和段落结构，同时适合以博客的形式来发布。这么一个例子呢，我也通过咱们最平淡的文字做了一番描述，我想还是不够的优秀。作为一个提示词，咱们可以如何优化呢？Meta Prompt 或许在这里可以帮我们。我们看看它帮助我们生成的提示词是什么样的。 打印一下这个 blog g e r 提示词，大家来看看这段提示词的内容。步骤很明确，首先呢要阅读，然后呢定位关键的元素，重新组织架构，最后呢来重新规划字词重写。第五步是对文字进行一些打磨抛光，这样呢提高用户的参与度。最后呢。 是对质量进行一番检测，输出的结构或者格式呢？那必然是适合发布成为一篇博客文章的内容结构了。还给到了一些需要注意的点，这是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到位的提示词了。接下来我们利用一份网络文章，这是一篇报道关于罗纳尔多在他的尤文图斯的队友或前队友斯琴斯尼的一些。 玩笑等等的一些介绍，这么一篇文章，我们对它的内容呢来做一番重写。现在咱们来看看重写内容。好了，现在就利用了刚才优化后的提示词，对这篇文章的内容呢做了重写，看看内容结果吧。这篇内容。 经过重写，得到了现在咱们看到的，有主标题，有小标题或二级标题。通过这种重写呢，将内容非常结构化的进行了重写并输出。这也非常适合咱们将一些内容进行一些总结重写，并作为笔记整理下来，或作为个人博客记录下来。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来尝试一下 Meta Prompt，看看它是否。 能够在自己日常的提示词编写中发挥一些作用。那咱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大家如果在使用 Meta Prom 中有什么更好的点子或创意呢，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那咱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下次视频分享再见吧，同学们，拜拜。